云哲哥，明天我就要走了，我知道你一直躲着我，我去过我们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但还是没有找到你。航班号 MU9721， 明天下午2点，希望能见到你。东西都带好了，好吧，走吧。
你最近挺好的吧？好，放心吧，家里有我呢。小哲呢？挺好的，小哲啊，就快研究生毕业了，在公司找了个工作，当设计师。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小哲，还是不愿意过来看我吗？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吧。嗯，今天在开会之前，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之前我们计划推出的产品样品泄露事件，想必大家也听到了一些消息。我店店员施畅因为涉及此事被停职，经过公司反复核查，施畅因为经验不足，找到的制作公司存在问题，公司已经在走法律程序。施畅呢也积极配合，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及时挽回了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下面我宣布公司决定，施畅复职。 同时实习期结束，成为我店正式员工，欢迎时常归队。畅畅，Hello，畅畅，我想你了。畅畅，以后都是这样了，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舍不得你走，我都已经想好了。其实回去也挺好的，与其在这里找寻看不见的未来，不如回家去争取触手可及的实在。可是我舍不得你走。好了，我毕业论文的时候不是还要回来吗？只是以后可能要离你们远一点了。萌萌，你好好的。 你也是，好好的，嗯，好了，那我走了。 接电话呀，好，谢谢店长。接电话，接电话，主人快来接电话，接个电话会发财呀嘛。喂，萌萌，怎么了？我马上到。店长，对不起，我想请假10万火急。 走了，我们刚送走，怎么不拦着他呀？我怎么没拦？他去意已决，我们根本拦不住。不行，我一定得把他追回来。曹景宽，你可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Thank you.
我求求你，你出来好不好？
这么早，我是不是吵到你了？没事。你生物钟怎么调的呀？怎么每天都能这么早起？真厉害！我回来啦！啊，愣着干嘛？赶紧过来帮忙啊！畅畅，哎，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不走了呗。再说，就离不开你这个默认的小妖精。你别揪我的大耳朵，哎。你看看，这是我新买的睡衣，好不好看呀？好看，这个兔子是我的了。这不是兔子，这是梦琪。梦琪是什么？是哪个动漫吗？不告诉你，不和你这种三次元的现充说话。哎，亚楠呢？文姬起舞了呗，你还不知道他。那你回来了，那边房子怎么办？退了呗。离店里近，也没有离你们近更重要。再说了，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想抓紧时间感受感受集体生活。哎呀，哎，别收拾了吧，这箱晚上再收。哎，我太累了，我好久都没有跟我的大床亲密接触一下了。我的大床啊，好久不见。哎呀。哎呦喂，真舒服呀！你们都不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啊，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还是回来跟你们在一起睡得踏实。我要好好补个觉。跳跳，你回来真好啊！给你零食，这个。这个都给你啊，这个是最新口味的，这个特别好吃。给你。畅畅。没事儿。感觉挺好。肉麻兮兮。你好好补觉吧，我先去洗漱了。哎。你去哪儿啊？今天有个面试。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你不是要补觉吗？我只要一跟我这床一沾啊，我就立马元气满满。你等等啊。你慢点。哎呦喂！走吧。真好，默默，你面试的公司怎么样？有把握没有？本专业也谈不上把握，反正先都试试呗，又不吃亏。这就对了，反正就是一工作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吧？可别，既然想留下来。那就好好努力，总得为以后毕业做准备啊。再说啊，我可不想到时候待不下去，再被某人给追回来，多丢人呐。默默，无论如何，一定要稀罕自己，不能委屈自己。快洗吧。
辛苦点，打起精神来。好，散了吧。哎，对了，之前那个主题玩偶卖得很好，今天早上又过来了一批新货，你们谁去铺一下？我去，店长。行，那小梦你配合一下诗畅，我怕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好，来，一二三，加油！铃木，嗯，请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嗯，好的。嗯，我大学的专业是金融管理，在学校期间，我学习了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还有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的理论和基本知识。同时，我也受到过项目评估、数理统计、会计学，还有财务分析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所以相信在专业能力方面，我应该符合贵公司对这个职位的要求。小畅，嗯，你不是算那个设计师的半个助理吗？怎么没见你俩最近一起工作呀？哦，那边告一段落了，不需要我了。我说呢，怎么一复职就回店里了？哎，什么意思？我怎么听着这话这么不对呢？这才几天，你们就不需要我了？那当然了，你要是再晚回来几天呀，我们都该不认识你了。嘿，你敢？你信不信我？不敢不敢，我先出去整理货了。去吧。那么说说你的薪资要求吧。我们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吗？嗯，没有，只是我觉得可能我的回答对你们来说意义不大。嗯，是这样的，嗯，如果我提出的薪酬过低，你们一定会怀疑我的能力。但是如果我提出的薪酬过高的话，又会显得有些自视过重。其实像贵公司这样的企业，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对每个职位提出了一定的薪酬标准，所以你们第一次给出的薪酬应该就是所能给予的最高薪酬了。哦，继续。嗯，恕我冒昧，嗯，所以我大胆地推测一下，你们问出这个问题，应该并不是想要知道我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值多少钱，而是想要了解一下你们所给出的这个薪酬是否足以引起我对这份工作的兴趣。那么有没有引起你的兴趣啊？我对这份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和薪酬的关系不大，至少目前是这样。那你对我们公司了解多少？了解不多，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之下，传统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新环境了。所以基于这种情况，贵公司决定调整策略，加强对国外大厂的 OEM 合作，自有品牌则是通过海外经销商。功课做得不错。谢谢。搞定，辛苦了。没事儿。哎，露露，哎，你拿一些散装面膜吧，还有假签。好的，给我吧。给，谢谢。哎，这里面全是面膜啊，为什么还要摆？这你就不懂了吧？把相同的商品按照不同的价格和数量予以分类，然后把它陈列在一起。他的目的是
利用不同规格包装的商品之间价格上的差异性，刺激顾客的购买欲望，从而促使顾客因廉价而做出购买决定。可以啊，小畅，你这都快成半个专业的陈列师了。那是什么意思啊？相信我明明是整个，好不好？好，好。哎，再摆摆。哎，这大电动谁的？大哥，这不是电动车，摩托车。我管你什么，这地儿不让停，你赶紧挪吧。不是，那停哪儿啊？这也没有停车的地儿啊。要么你就停地下停车场，要么你跟自行车犯一起，这儿不让放，明白吗？好，好，好，挪，马上挪啊！赶紧的。你忙你的去吧。你赶紧的。好巧啊！来干嘛呀？我作为公司的设计师，经常来店里看一看，研究研究，那不是挺正常的吗？你以为设计那么好做？哎，你报的这个不错，你知道谁设计的吗？知道啊，一个妖孽设计的。懂什么呀你？苏设计师。啊，店长。什么时候来的店里啊？哎。那个我刚到，我正好要找你呢。是吗？啊，关于咱们门店升级的事儿，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想跟你商量商量。哦。啊，那个我觉得咱们潮配区这一片啊，有点死板，缺少一些当下流行的元素。嗯。哦，那去我办公室细说。啊，好啊。走吧。啊，走走。啊，走走走走走。真能抓。幼稚。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做出最终的决定。大约在一周后会将结果发送到你的邮箱。啊，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谢。哎，厂长，你今天和苏设计师怎么啦？边儿去。累不累啊？聊完您的大胆想法啦。哎呀，我觉得吧，这个潮配居特别的死板，缺少一些当下流行的新鲜元素。学我说话呀你！哎，你跟我讲讲这个录音笔的功能。不会。我是顾客，我要买。不会。我真买，我买了有用。有什么用啊？录自己心律不齐吗？别闹啊！我真有用，赶紧跟我讲讲。你确定？这有什么可犹豫的？买不起录音笔啊？你说的啊。说明书自己看，上面中文、英文、日文。要啥啥都有，比我讲的好多了。苏设计，你不会看不懂吧？嗯，你就这么对你的顾客啊？啊！商品一打开，若无质量问题，概不退款。前方右转30米买单，祝您购物愉快。谢谢苏老师，又帮我增添业绩。哎，这位先生，我帮你讲解一下吧。哎，这个车我还没说完呢。周杰伦卖的可火了，重返周杰伦的360度幻象音乐时空，卖价89，我可以给你打个折。振哲。你那个论文我看了。老师，您觉得这个论题怎么样？论题选的不错啊。现在有很多学生不是大谈设计理念，就是着眼于商区地标，实践经验又不够，到最后啊都论文泛泛而谈。相较之下，你的论题算是另辟蹊径。以你老家鱼子巷街区为例，阐述了旧城街区的改造，将其功能定为居住、集贸市场及办公等，意图打造一个与鱼类批发、商业零售、旅游集散等多功能、多目的的混合空间形态。
并从设计、施工、发展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论述。不过，我们终究是学建筑，这过多的涉及城市规划，是不是有些超纲了？老师，我是想……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有些事情啊，不是凭我们个人之力就可以改变的。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先做好眼下的事情。换个论题吧。好。现在你已经上班了，外面有外面的规矩，或好或不好，不管你怎么去看待它，它终究是存在的，要学会去面对。这个就只能靠你自己了，没人能帮你什么。不过学术上有什么问题，随时回来，趁我现在还不糊涂，应该还有些用啊。老师，您误会了，我以为您一直还在生我的气，所以虽然对你放弃出国读博的事情感到有些惋惜，你有你自己的主见和规划，也无可厚非。站在这个角度上，我就完全理解了。年轻人嘛，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也挺好的，慢慢来吧。你基础好，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校，在社会上好好磨砺，错不了的。好，谢谢老师。对了，家里边还好吧？嗯，挺好的。多吃点啊，别客气。唱歌你多吃点。怎么样，还成吧？好吃。还成，相当可以。来，谢谢我欢。不客气，兄弟。来来来，为我们的唱歌荣归校园干一杯！干杯！干杯！干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谢谢。你看，赶紧出去！哎，没说完呢，而且就参加国际生活展，不能讲你，赶紧出去！谁让字儿的，他妈的，出不上去！出去！学生嘛，你看我们这层楼哪儿没有几个夜猫子呀？嗯，也是。默默，嗯，你真好，谢谢你出来陪我吹风。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把我留下来，让我继续在这个城市做梦。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客气呀？你这么优秀，一定会成功的。你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他还没有原谅你啊？不是，是我自己不肯原谅我自己。他把所有的责任全担下来了，甚至还跑去跟店长求情，这也是我能这么快恢复原职的原因之一。可是吧，他越这样做，我越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
不想想这些。说说你吧，新面试的公司怎么样？我这次感觉应该还挺好的，本专业，工资啊、福利什么的都还挺好的。听起来好像不错的样子啊。我现在就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马上就毕业了，我可不想毕业就变成失业。我们这些应届生可真不容易呀，职场里的青瓜，学校里的老人，青春就是青黄不接。李默，你一定可以的。好，借你吉言。说你要陪默默一起跑步的吗？不要了吧，好困啊。谁叫你昨晚看动漫的？活该。哎，默默，我今天不跟你一起跑步了，我实在是太困了。没事儿。你真好。看来你又得自己跑了哟。你呢，属于灵魂指挥肉体，这叫自律。我和萌萌呢，属于肉体指挥灵魂，每天沉浸在赖床的低级欲望里，每天都被一连串的闹钟给叫醒，惭愧。好了，你俩慢慢洗啊，我走了。拜拜，拜拜。下班以后我带你去个地儿啊。不去。去嘛。不去，真讨厌。那我跟着你。干嘛呀你？你给我下来。我不。好。不下来是吧？怎么着？你把我钥匙扔了，不是？你扔哪儿了？怎么找啊？这个我也没办法呀。不是你把我钥匙扔哪儿去了？喂，你过来帮我找，快点！停下来！不停，不停，就不停！
自上。